Thank you.
下，一点小插曲，基本上，谢谢。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活动呢，其实叫做即兴玩乐，所以呢，刚刚前面的几首曲子或许大家听过，但是这首曲子大家没有听过那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刚刚才临时起意创作出来的东西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谢谢。